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诗经》中商人始祖契降生时的情景。在遥远的上古时期，人们往往将身负重责的人物赋予神话的色彩，这样的人被称为王。自商汤开始，商共经历了31代君王，每一位都功留青史，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区，高度发达的青铜器文化，系统成熟的甲骨文，这些王者共同创造出了长达500余年的大商盛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为什么这群人能够开创出一个辉煌灿烂的广域王朝？这个问题至今也无法回答。殷墟商王陵内12座商王陵墓早已被盗，没有人知道他们最初的样貌，但现在这个问题似乎即将迎来答案。在郑州，一座新发现的墓葬引起了考古学者的广泛关注。这是迄今为止郑州商都遗址范围内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商代墓葬，也是出土器物最多的陵墓。形制庞大的大玉戈，纹饰神秘的金玉牌饰，组合配对的青铜器，以及考古学史上首次发现的金覆面，这座墓葬的等级及文化的复杂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还在墓地的外围发现了2条罩沟，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带有罩玉性质的墓地，它奠定了后世王陵的基本规制，对中国王陵史而言具有源头性和开创性。有学者推测，这或许就是商代中期某位商王的陵墓。舒渊洁墓地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如此丰富的青铜器还有大墓，特别是这个墓地还有赵玉，就是说这笔材料呢是商中期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在目前为止是商代早中期吧出土器物最多的一个墓葬，那对我们了解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时代高等级贵族的生活，那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舒渊洁这次考古发现令人振奋，我觉得它应该是中国商代考古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对于让我们了解商代早中期文明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会是3000多年前那个强盛王朝的君王吗？这没到底还有发现吗？那肯定了。通过这座新发现的墓葬，考古学者或许能够得到重大发现，去解开失落已久的商王之谜。这里是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商文化，郑州市于2011年新建了这座展现郑州商代都城历史文化的专题遗址博物馆。馆内陈列了大量商代文物，全景式展现了郑州商代王都的历史进程。郑州商都古老厚重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郑州商都，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都城之一。自商汤建国以来，它曾经历十一代君王，这里便是商王朝王权国家的发端。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郑州商都可分为宫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其中宫城内密集分布了大量宫殿宗庙建筑基址，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达到了1300万平方米。在内城与外郭城之间分布着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墓葬区，包括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制陶作坊等在内的多处遗迹，显示出郑州商都发达的手工业水平。在都城的外围，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大量商代遗存。毫无疑问，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其总面积达到了2500万平方米，大约相当于3500个足球场的大小，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同时期最大的城市。但是在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学者们始终抱有一个遗憾。郑州商城的发现已经有70来年了，关于郑州商城有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很多考古学家这个觉得有些遗憾的是，就是没有发现王陵级的大墓。那么这些消失的王陵会在哪里呢？就在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外仅一墙之隔的区域，一个忙碌的考古工地正在紧张有序发掘之中。在这里，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座新的墓葬。随葬品总数达200多件，其中青铜器出土数量便高达20余件。他们推断，这是一座等级极高的商代贵族墓葬。那么，这座墓葬是如何发现的？它是否是考古学者寻找已久的商王陵墓呢？时间回到2021年10月11日，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两院二期工程建设的项目考古执行领队黄富成正驾车匆忙从外地赶回考古工地，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工地内发现了一件青铜器。这个时间点呢，就是记得很清楚，当时呢就是在这个新郑的另外一个工地，当时呢正在那边这个忙着，接近中午的时候呢，就是接到我们这个在这边负责一个探方的这个技工，他打了电话说这个发现了一件铜爵，感到就在这个迷茫。我当时呢对这个情况呢也是一头雾水。考古工地位于郑州商都遗址内城东南，这个工地附近多年的考古工作均没有重要文化遗存发现。一般认为，这一区域可能并非都城的重要功能区，所以青铜爵的出现令在场的考古队员颇为震惊。这件青铜爵是从何而来？它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呢？在商周时期，青铜爵常常作为一种酒器来使用，但在墓葬或者祭祀等场景，
这种酒器往往会附带特殊的意义，成为一种高规格的礼器。在青铜资源极为匮乏的商代，青铜爵无疑是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有资格享用的器物。那么青铜爵的主人会是谁？他又为何会出现在这处考古工地呢？考古队员还未来得及仔细思考，工地内又有了一个新的收获。在青铜爵的附近，他们又发现了新的青铜器，其数量不止一件。在郑州商都过去70多年的考古活动中，多件青铜器同时出土的现象屈指可数。考古工作者曾在郑州商都发现过3座窖藏坑，其中出土了10余件青铜重器。考古学者曾推断，这3座窖藏坑可能是某位商王进行祭祀所留下的遗迹。看着眼前数量惊人的青铜器，考古队员不禁猜想，这会是一次新的与商王有关的考古新发现吗？小东西，那看不见，用它点塞的，慢慢给起。当考古队员小心翼翼清理出地层中的遗迹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处遗迹并非窖藏坑的圆形，而是长方形。它南北长2.6米，东西宽1.1米，现存深度0.35到0.55米。很显然，这并非窖藏坑，而是一座商代墓葬。考古队员将其编号为 M2。当时呢，就是把这个墓葬的结构暴露出来之后呢，心里是感到很激动的，因为我们在这个郑州商城里边呢，发现这个铜器墓葬呢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呢一下子这一个角落就暴露出了5、6件这个青铜器。说实在的，当时呢就是看到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很激动的。2000年，河南安阳曾发现了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墓葬内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在其中的一件青铜器中，考古队员发现了清晰的2字铭文“亚长”。经过研究，考古学者判断，亚长极有可能是商代部族的一个族长。他们也因此弄清了商代的族长制度。亚长墓也成为近年来商代考古中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作为一个同样出土众多青铜器的墓葬，这座郑州商都发现的商代高等级大墓，会是考古学者寻找已久的商代王陵吗？除了大量青铜器，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件特别的玉器——玉戈。它被人为敲断为4节，分布在墓葬西侧的青铜器下面。这件大玉戈长72.5厘米，是郑州商都目前出土最大的玉戈。戈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兵器，其前身可能为新石器时期的石镰。随着文明的发展，
戈除了作为兵器，也开始逐渐演化出礼器的功能，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军事大权。玉戈无疑是其中顶级的礼器。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区的妇好墓中，就曾发现一件类似的大玉戈。这件玉戈长度为38.6厘米，但 M2 号出土的玉戈却有72.5厘米。这是否意味着 M2 号墓的墓主人，他的身份比妇好这位商代王后的地位更加高贵呢？一周后 ，M2 号墓葬终于清理完毕。出土各类器物200余件，其中青铜器22件，玉器11件，金器7件。此外还有大量绿松石、箭足、贝类等珍贵器物。毫无疑问，这是郑州商都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M2 号墓葬也因此成为郑州商都遗址目前出土随葬器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组合最完整、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郑州商城自从发现以来，这是规格最高的铜器墓，或者说规格最高的墓葬，应该代表着就是这个地方已经发现的这个墓葬当中社会地位最高的，当然这个意义相当重大了。在墓葬的北段，考古队员还发现3处并列的朽化胫骨及关节骨。据此，他们推测墓葬埋葬3人，但由于人骨保存得非常不理想，他们暂时还无法对墓主人的身份进行鉴定。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往往源于一些意料之外的发现。在对 M2 的发掘过程中，一件足以改变中国考古史的器物意外显露。这个是一个啥东西？这个漂亮的。在众多随葬品中，一抹金光刺破长空，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这是一件体型较大、造型奇特的金器。金器呢，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稀有的这个贵金属，在这个夏商文化之中呢，非常难得的一个重要发现。一个墓葬里面出现了这么大一块这个金器，包括还有几个小的这个金泡，在郑州商城里面呢是绝无仅有的。那么我们再往前追溯呢，放到这个夏商考古里边，在这个商代的早中期都是没有的一个现象。最令人惊讶的是它的造型，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类型的黄金面罩，没有人知晓它的真实名称和功能。为了区别于其他的黄金面罩，考古队员将这件器物命名为金覆面。大量的青铜器、高规格的玉器、稀缺的金器 ，M2 号墓葬的等级已经达到了极为惊人的高度。那么，这座等级惊人的墓葬是否就是考古队员寻找已久的商王陵墓呢？这里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对书院街 M2 号墓葬出土的青铜器进行科学检测。随着现代考古科技的发展，考古学早已不再是单打独斗的学科，多学科联合考古成为现代考古学的主流，考古工作者也因此拥有了更多的技术手段，
去探寻文物背后的真相。作为郑州商都目前唯一的一座商代高等级贵族墓葬，M 二号墓葬蕴含的价值远不只是一座陵墓那么简单。通过这座墓葬，考古学者或许还能够解开商王之谜。郑州商城书院街二号墓的发现呢，它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探索商代的大墓甚至王陵来说，它是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信息。根据地层关系及器物结构特征等信息，考古队员对 M 二号墓葬的年代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它并非商代早期，也非商代晚期，而是商代中期的早段。90年代末的时候，有人开始把商文化分成早中晚三期。早期就是中鼎前凹以前，就是商汤立都到中鼎时期，中鼎到这个殷墟一期，这倒是商代中期。这殷墟二期以后是商代晚期。中商，一个令人好奇又略感陌生的时代。人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知之甚少。通过零散的甲骨和文献记录，人们只知道正是在这一时期，当时的商王中丁萌发出了迁都的念头。他准备放弃郑州商都，将商朝的政治中心向敖都迁移。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开这座已经屹立了200余年的超级大城。我们知道商汤就是灭了夏以后把都迁到了亳都，我们现在就是考古发掘这个证实的是郑州商城，但是到商王中丁的时候呢，文献记载就是比九世乱，诸侯魔朝，就是因为他兄弟之间就是发生了矛盾啊，这个诸侯都不来朝了。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推测，这个中丁迁都跟王朝内的乱和这个外部这个东夷的侵扰有关系。虽然无法确定商王朝迁都的确切原因，但毫无疑问，这座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现为考古学者了解那个遥远的年代提供了一个时空锚点。他们可以通过这座墓葬去了解当时商代的社会面貌，为世人去还原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真相。正当考古队员想对青铜器做进一步的研究之时，关于金复面的研究终于迎来巨大进展。这个数据主要就是由它是由金银组成的主要成分，我们刚刚采用贵重金属模式测得了金复面上一个点的金银含量，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金，它的百分比是83%，然后下面这个是银，银含量在16%左右。这件金复面长18.3厘米，宽14.5厘米，重43.52克，金银合金，含金量为83%，整体呈扇贝形，为圆和方结合体的一个独特结构。经过检测，考古队员发现金复面在制作中采取锤叠工艺，应当为本土打造而成。大概在6000多年前，已经有比较明确的黄金文明。那么后来啊，欧洲的黄金文明开始向东传播，大概在4000年前的时候，开始传播到我们的中国。大概在距今3400年的时候，开始中国化。
这个中国画的落脚点就是郑州，就以书院街贵族墓地的那个 M1 为代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黄金文明从这里走来，从郑州走来，从书院街贵族墓地走来。更为重要的是，该墓葬的时代为商代中期，金覆面的出现比商代晚期的三星堆黄金面具早了大约200年，是中国目前已知制作年代最早的黄金面罩。你看它这个折痕，有的有金面具，金面具，金面具开合那个。考古专家认为，书院街墓地金覆面及其他黄金制品的发现，为三星堆黄金面具等黄金文化的来源提供了确切依据。原来我们可以知道，三星堆青铜容器制作技术是继承了商代，然后玉礼器的制作技术呢，原来说是反正是夏王朝发明的，究竟是夏王朝直接传过去呢，还是通过商代？看来商代早中期是继承了夏，也是从商代的早中期传过去的。原来一直没有找到线索的黄金的来源，原来也是在黄河中游，所以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是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与后世常见的黄金面罩不同，金覆面虽然大小与人面相仿，但并没有典型的五官特征，反而更像一枚扇贝。为何当时的商人要制作这种类型的面具？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含义呢？在翻阅大量资料之后，考古队员推理出了一个结论，这或许与史前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有关。早在9000多年前，古人就有了用器物掩盖死者面部的覆面风俗，这种风俗也可称为瞑目。在数千年的沿袭发展中，覆面的形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流行于西周至秦汉时期的玉覆面，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覆面器具。但用扇贝形状的覆面，似乎是商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河南登封南洼遗址二里头晚期墓葬，河北磁县南城遗址夏七元先商文化墓葬中，均发现有扇贝壳覆面的现象。在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商代二里岗上层墓葬 M1083 中出土有扇贝形青铜覆面，在西安老牛坡晚商墓葬中出土有成对扇贝形铜覆面。许多高等级的商代墓葬中出现过这种扇贝形的覆面，扇贝形覆面似乎成了一种特殊的丧葬文化符号，一直从先商流传到早商、中商和晚商。为什么会用扇贝作为死者的面罩呢？可能古人啊就观测到，哦，扇贝生活在泥沙里面，就好像人啊埋到地下，埋到泥沙里面。既然扇贝埋到泥沙里面能活，那么人埋到泥沙里面也能活，好像是一种类比巫术一样。另外一个就是扇贝很突出的一个特点，一半圆一半方，给人的印象天圆地方，完全是一个天地结构，天地模型，那就阴阳之气能够相协，能够给人带来生机。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重要的是，在书院街墓地 M2 之中，除了发现金覆面，
考古队员在对青铜器保护修复过程中，还拼接出了一件完整的铜覆面。这件铜覆面与金覆面形制基本一致，仅仅是材料上存在差异。这样的发现令考古队员意识到，或许在商代中期，覆面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风俗，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丧葬礼制，这也让金覆面成为一种新的高规格的覆面礼器。先上早上，中上晚上，从这个贝壳覆面、青铜覆面、有黄金覆面，一个完整的文化线这个线索出现了，就是覆面礼制发展的一个线索。只是到了中商这个阶段，到了苏远街这个阶段，覆面这个文化习俗呢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由上葬文化习俗上升到了上葬礼器行为，出现了新的上葬礼器形态，覆面礼器。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出于新的一个礼器文化形态。这就指的是这种，它就是王朝用玉了。这都不是本地的了，这都是外来的，这也可能是都像和田。哎呀，这震撼，这体现出商代玉器的高妙之处。隐藏在出土器物深处的文化信息被一点一点地呈现出来，考古队员对二号墓的文化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哎呀，这高气，这王者之气，这所以这个墓应该是王墓。这个玉器有助于判断他的墓主人的身份，也就是说这跟祭天是有关系的。但遗憾的是，在郑州商都遗址出土高等级铜器墓葬中，仍缺乏与二号墓对应参考的材料，而且人们对商代早中期所谓王侯级大墓的认识也不一致，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或许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真正破解。甲骨墓葬根据徐大明的所有种类、军人、军骨等战争的文化，它分为四个等级。不过在墓葬的规格和等级上，专家学者达成了一致。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人的级别已经很高了，这个带陵园带界限的这种造诣是很少的，目前我们发现是最少。他们认为书院街 M2 号墓葬是郑州商都目前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组合最完整、等级最高的商代白家庄期贵族墓葬。其中的黄金制品和玉器是 M2 号墓葬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发现。墓葬出土黄金制品数量多，类型丰富，这将中国大规模用金的现象提前到了商代中期。同时大量玉器的出土也开启了金玉组合的尊崇模式，这意味着中国人独有的喜欢金器与玉器的金玉文化传统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西方人爱金，东方人爱玉，其实东方人在一定的阶段之后也是很喜欢金的。我们把黄金和玉结合起来的时间还很早，目前看来主要就是从商代中期开始。如果说黄金，中华民族的黄金文明是从这里走来，是从郑州走来，那么也可以说中国的金玉良缘、美好的人文欣赏也应该是从这里走来。考古队对 M2 号墓葬的考古发掘时刻充满意外和惊喜，最后他们有一个更加令人惊奇的发现，在墓葬的底部，他们竟然发现有6个殉狗坑，分别属于腰坑、头坑、墓框四角坑，每个坑内均葬一只狗。
这种极为罕见的殉葛文化现象在整个商代考古中也是首次发现。但考古队员的发掘任务还远未结束，目前发掘区内仅发现 M2 这一座高等级墓葬，这并不符合过往商代考古的认知。考古队员认为，在 M2 号墓葬的附近应当还有更多的附属铜器墓尚未找到。同时， M2 号墓葬所在的区域恰好是此前考古学者认为的郑州商都空白区。为何这座郑州商都最高等级的墓葬会出现在这片区域？在3000多年前，这片所谓的空白区到底承担着怎样的功能？令考古队员始料未及的是，在墓葬的南北两侧，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两条接近东西向平行的人工沟。他们认为，这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赵沟，这片墓地或许就是后世陵寝制度的源头。时光已经过去了3000多年，今天当考古队员拿出探铲，他们仍旧能够从珍贵的器物中窥见3000多年前那个强盛王朝的冰山一角。随着考古工作者的不断探索，关于他的传说和故事也将渐渐丰满，最终成为铭刻在书卷中的历史。